好，现在我们接下来要拍一个更换开关的和更换转把的小视频。然后更换开关的话，这个是一个开关的配件，这一部分是一个开关的配件。然后开关的配件是有一颗六角的螺丝固定锁住的。这个是转把的配件，也是有一颗小六角的螺丝固定在这里的。然后这是相关的绕性带，我们必须把这绕性带先都松开。这里相关的绕性带松开，然后下面的绕性带也松开。把绕性带给松开，然后相关的这个硅胶卡位，防止这个磨损的，要都松掉。然后上面的也同样松掉。好，松掉之后，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哪一天我们的开关的线的话，对应的是带蓝牙板上的第二根，这一个四根线的，一个红黑，然后绿黄。这个红黑主要是为开关线，绿黄主要是我们喇叭的按键线。然后转把的接线的话，就是这一个六线的插头，大插头，黑色的大插头，这是转把的接线。好，首先我们来进行开关线，首先把这个开关的线给松开，这个线给松开。然后我们在松开之前的话，因为为了后面便于穿线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一端绑一个小钢丝也可以，然后或者是绑一根线也可以，尽量大一点的线，因为防可以预防就是来一个刮伤，绑一根大一点的线这样绑着，然后用这里给绑好。绑好之后，然后我们可以，首先需要从这里找到我们这一个开关的这根线，然后先从这里这个折叠口的位置开始拉。然后在这个部分顺着拉过去。好，然后再从上面找到这个开关的线，然后顺着拉上去。拉完之后，我们再把这里给解开。这里，然后再把这个解开，解开之后的话，我们开始把这一个想办法，就是把这个开关给卸开。开关卸开的话，首先找到这个最近的六角，把这个刹把，我们刹把的这个螺丝松开。松开之后，这个刹把可以上了。上了可以看到，
和一个开关固定开关的一个小螺丝，六角螺丝，六角螺丝给松开，暂停啊。六角螺丝松开之后，就可以把我们这一个硅胶的转把给卸下来，转动下来。转动下来之后，我们这个开关就活动了，可以卸下来。好，下面我们把新的开关配件给装上去。装上去同样，就是以这一端在里边，然后我们正常的装上。装上之后，然后以开关这个和这个显示屏平面的话保持一个平行的状态，位置平行的，然后我们来固定螺丝。固定螺丝，然后可以上上把手护套，然后这里我们再把换上新上的线接头绑在这一个我们已经穿到这个束管里面的线里面的这个接头上面，然后绑好。好，然后我们可以顺着这一个线，先从折叠口的位置，然后进行一个拉线。上面就是带着用手推送一下，然后下面就跟着拉线。好，相应的线拉出来。好，在上面保证有一定的预留部分，然后就不用再拉了，然后再去顺着这个束管，然后插好相应的。拿过去，这样我们的线就整个开关的配件就整个线就穿接完成，然后我们就是会开这个我们绑好的胶布，然后拆下这个开关的接线。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开关的接线接到蓝牙板上。好，接到蓝牙板上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开关机的测试。正常的话，说明整个开关的配件安装成功。转把的话，我们也是一样的，转把是固定螺丝，我们的固定螺丝在这一个位置。这一个螺丝松开之后，我们整个转把的话可以松动，就是说整个转把这一个转把部分可以抽下来，这来跟我们刚刚的那一个接线的方式，跟我们刚刚那一个换线的方式是一样的，也是我们找到这一个转把的接线口是这一个六线的接线口，六线接线口松开之后，然后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我们固定好一个线，然后把整个接线移从这个口里面，然后拉出来。然后拉出来之后，然后可以把这个整个转把给更换掉，然后
然后上上新的砖包，然后同样用这个线保持在这个竖管，保持在这个竖管里面，从竖管里面然后又拉回来。低配的车的话，我们换的话是不用拆这个口，但是高配的车的话，可能涉及到这里的接线的话，然后里面的接线会比较多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一个接线口给拆下来。这一个黑色的接线，高配的车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个黑色的接线口的车给黑色接线口给拆下来。接线口的拆法的话，就是把后面的固定的胶松掉。把后面的固定的胶松掉，然后从正口的方向，每一个排针的上面都是有一个，小孔，这个孔的作用就是起一个卡位作用。我们拿着镊子在这个小孔的位置向里面向里压着往下推，好，就可以把这一个排针，每一颗排针都给抽下来。然后排针的每一个上面都有一个小的卡位，在我们装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小的卡位稍微拨起来一点，挑起来一点。需要把这每一个排针的针位给挑起来一点，然后装机的话就是也是按照这个方法正常的推送进去，然后这个卡位是在这一个里面的那一个接口的向上。